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哇，算算一下，我翻回我的 YouTube 啊，我上一部影片啊是8月10多号的事情，然后现在已经10月10多号了，我已经接近快2个月没有发片了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主要就是跟你们 update 一下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发片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近期在忙些什么啊？然后还有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。至于是什么节目呢，就在那边先跟大家卖个关子，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啦。 OK， 你们看我现在一个人啊，就奇怪为什么会少了 Cherry 呢，然后我为什么会背着这样子的一个包包呢，这个包包呢就是我的行李。 OK， 讲到行李的话，你们就会知道我这一趟呢是去旅行啦。不算是旅行啦，因为不是出国也不是跨州，就是在我们同样的就是同一个州里面，然后我们只是去另外一个地方玩。哎，打招呼哎，我很久没有出片了哎。啊，今天出了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啊。你几时要回来？哇，我的家拿回来我就回来哟。拍 vlog 都不用加，那养的。我又不要拍 vlog 啊。OK， 所以我们就一边出发一边讲啊。哎 ，Bosco。Hello。哎，我先访问你一下先。哎，你拍完了咯？最近拍节目啊，我朋友。啊，对。怎样哦？发生什么趣事嘛？节目我觉得很好玩，然后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对女生的一些知识。知识是吗 ？Position 啊，还是 knowledge？ 那个不是18禁的节目。哦。我们要对于女生就是足够的关怀备至，所以你之前没有这点没？之前我缺少了很多，难怪你一直换女朋友啦。难怪我没有女朋友啦，难怪每个女朋友都走超不过一年呐、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学到了，我希望你的下一任至少可以超过1年1个月。下一任就快要有了。哇，哎哎，在这边、啊，在这边已经预告了啊，先预告。啊、没有啊，如果没有，我就打自己的脸。OK， 有就是有。OK 啊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到 Mixer 那边买酒。你18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色酒没？这个是啤酒。啤酒，哈尔滨的啤酒。这个是雪梨喝的。啤酒啊，你们加油啊！我不喝啤酒。拿了，手就拿了。已经没有人喝了。现在我们拿几支啊？手就。手就没有啊？有没？你们从家里带来的？再买5支。OK， 来，拿到5支手就。哎，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们要看我们接下来要去的那一个 homestay 的House tour 的话，请来到阿旺的 channel。好，OK， 你们呢？他没有拍。有，我真的有拍。没有，他没有拍。我拍吧，全部只有我一个拍吧。看我这边就等于看全部。哎，中断打扰一下，有件宝物要推荐给你们。你们听过空气炸锅吗？是一件非常非常方便的厨房神具。没错，今天要向大家推荐这一款 Gabo 的空气炸锅。首先从它的外表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好看，白白的，很干净简单的设计。 OK， 我们打开里面看看。哇，里面有着很大的容量，足够满足一家的需求啦。然后这个锅里面呢，它有一个这样子的铁垫，这个铁垫呢是可以拆下来的，有时候我们比如讲炸薯条啊，炸炸鸡啊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拆下来，很方便我们清洗，然后整个锅也很容易的打理。然后它的这个把手这一边呢是防烫的设计，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这边是防烫的，就是你不会烫到手啦。然后它这个握把呢也很符合人体的手掌工学。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上面这一边，上面这一边呢有两个旋转的按钮，然后这个按钮呢是可以调节温度和调节时间的，调节也非常的方便，就是不会很复杂，非常的容易上手啦。只需要看一下说明书，连机器白痴都会用这个机器。它的温度可以调80到200度，然后时间的话可以调0到30分钟。然后这款 Gabo 空气炸锅，它里面的那个热风是360度立体循环，所以食物在这个锅里面呢，它的受热是非常的均匀的，而且它的内置系统里面有8种功能菜单。OK，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一些说明，就是薯条的话，你要用200度，然后烤个15分钟，然后培根啊、鱼肉啊、虾肉啊，或者是烘焙等等的，它全部都有写在上面这边。没错，所以只需要跟着它里面的功能菜单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秒变大厨啦。像我这种厨房白痴咧，也已经用了这台机器自己做了无数次的晚餐，成就感满满。有时候健身的时候
需要吃一些鸡胸肉啊，或者是鱼肉、三文鱼之类的，我就会把那个鸡胸肉，然后腌制一些酱料之后呢，我就用那个细纸把它包起来。包起来之后，你就只需要把那个细纸放进里面，然后鸡肉放上去，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放进去，然后调节那个温度，然后等个时间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啊，就是像我这种有时候健身啊需要吃鸡胸肉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方便我啦，也不用每次叫 Cherry 弄给我吃啦。各位家庭主妇啊，厨房白痴们，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入手一台啦，因为价钱不高，不会贵，然后性价比却很高，不需要什么食物都放进锅煮啦，用这台 Gabo 空气炸锅，美食轻松完成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到了，我们租了这一间 Airbnb， 看到吗？就是我身后这一间。然后你们现在看到外面这样子小小哦，虽然我现在这样子看也是小小啦，可是它这边有10000方尺，非常非常大。对，我也很期待里面到底是长什么的，长怎样的一个样子。哦，这样子给你们看一点小缝缝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看不到不用紧，等一下你们进去就可以看了。然后等一下进去，我们安顿了过后呢，我就跟你们聊一聊最近我在忙一些什么啊，然后为什么这样久没有更新 YouTube 影片啊，等一下好我跟大家聊一聊。进去了，哎，开门了哦，走，我们先做第一 batch 进去参观的人。 OK， 我们现在进到来了，喂，有人的哦，有人在除草啊。 OK， 我先去参观一下先。喂，这边有 BBQ 烤炉，哎，我们可以买材料也不用带炉来哦。这边有 BBQ 烤炉，然后泳池，然后这边是青山绿水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外面的样子，等一下我们再进去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现在先拿我们的行李下车先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 check in 了啦，然后现在我们也把行李放进里面了，然后带你们去参观一下。我们刚刚看到这边非常非常的不错，然后也很大的那个地基。然后我们甚至还会迷路，因为现在还不熟悉里面的地形，所以我才带你们去参观一下。首先这边是底层，这边总共有3层楼。OK， 这边是底层，泳池在那边，然后进来，这边有个 island， 这边有个我。OK， 然后里面有房间，等下这个房间等下再看。我们先走这边先，哎，来，你陪我一起做导游，把这个收起来先。OK， 来做导游，等下我再陪你做你的导游 ，OK。OK， 好了，走。OK， OK， 所以泳池进来过后，这边算是二厅，然后这个玻璃门，然后我们晚上可以开掉，我们就会在那边chill一下。然后那边有一个 island， 那边 island 也是可以chill一下的。OK， 我们要上面先还是下面先？下面先。下面先。下面。下面其实算是一个小型的 entertainment 的 area。大门在这边。OK。觉得有一个很 kick 水的东西，是啊，它大门一开了，然后有冰箱，对，我们这个冰箱是为什么在这边的？然后就是， okay， 然后后面就是有电视机，第一客厅，对，这个是 man 的 living room， OK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麻将桌，然后有一些娱乐的设施， OK， 但是我们有自己带风格，找看有没有性爱百科全书，性爱百科，OK， 来这边是这个房间算是比较不怎样啊 ，OK， 比较不怎样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是厕所咯，这厕所就是这边的啊，这厕所很大一下的，这厕所很不错，看不出嘞，看不出它空间这样大，还蛮不错的 ，OK， 有一种巴黎的那种感觉，如果它露天的话就很不错，楼上也是露天，对 ，OK， 这个什么？这个是 storeroom， OK， storeroom 没什么好看的，现在呢？我们就上去楼上，也就是我们的最顶楼。OK， 上到来这边就有3间房。OK， 这个是情侣房，然后厕所。OK， 哇，这个厕所也蛮大间的。OK， 来，出来做实验一下。做什么实验？做什么实验？嗯？我一开门，我看到你在那边做这动作，够猥琐了喂。OK 啊，这边是
第二间，这个是情侣吵架的时候可以分开睡。厕所这间蛮不错。啊？哦，不一样的。哦 ，OK。这间房间呢是给情侣睡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几对情侣一起过来，所以他们睡这间房。然后今天 Cherry 没有跟我一起来嘛，所以这边有四个大的双人床，我们一人睡一个双人床，哇，舒服 ，best。然后那边有一个阳台，这个阳台我没有看到哎，是我今天不够费哦，这样子吧 ，OK 啦，可以啦。它的外面有摆着一个桌子跟椅子哎，是哦，然后可以坐在地上聊天。对，露天厕所。那个不是露天哦，那个就算。OK， 泳池这边还有一个露天的房间啊，这边是晚上可以喝酒的地方。又是一个情侣的。这个房间我觉得是最不错的房间，因为它直接面向泳池，然后它的厕所是非常的舒服。你看，你冲凉还可以给人家看。如果你有那种，看嘛，是我的话啦，啊，我一定在这边。好，那宣布啊，白色的木屎尿出来，跑过去，跑过去。OK， 你看这个是露天的花洒 ，OK， 很有那种巴黎的感觉，是，很不错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暂时是不能开啊，如果可以开的话，你一开啊，你就可以去到 Grand Parade。OK， 可能你们会好奇这边一晚是多少钱？这边其实是Airbnb 的，然后这边的一晚的费用是接近3000一个晚上，所以我们是比较建议多人来啦，因为多人来的话，你们平分到来就不会这样贵嘛。然后我们今天是九个人来，所以平分到来一个人300多这样子。然后这边也有提供 BBQ 的烤炉，所以你们可以买一些食材啊过来这边烧烤，然后跳下去游泳，这样是非常舒服的。OK， 我们刚刚其实就已经又要游，然后现在已经是晚上6:21，然后刚刚我们已经游完泳了，然后该游泳没有拍到，刚刚我们又要游。然后阿旺有拍到下潜的看啊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就要先，你快点先 ，baby， 快点，快点。你们看样子，哎，那边拍下。哈哈哈！哎，又高了哦。哟。哇。这个不会拍，还没有穿衣，等下中黄标。我的朋友注意了，刚刚我们喝了多少啊？10支烧酒。9支。我们喝了9支烧酒，就是那个韩国酒。而且我们在游泳池游泳，对，比较。而且加上我们该是比憋气，对，我们比赛憋气，然后比赛憋气一上来输的人要喝一 shot， 所以特别容易就是感觉到醉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吃了晚餐过后，等下我们 plan 导游，还要再叫，他是我们的导游。等下吃了晚餐之后，我们还要叫多一次宵夜，就是以防我们等下宵夜的时候可能是麦当劳炸鸡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喝完我们的酒，因为今天我们带很多。OK，so 等一下我们吃完过后，我们应该会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今晚，那我们今晚的活动应该会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蛮有气氛，因为旁边就是泳池嘛。啊！你看我尴尬的脸。要喂，我那里能哦。我们刚刚那个只是热身罢了，你看你们看我这个脸啊，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样。你再看一下，我热身太过敏。然后这个人也是，你看手，你看他的脸，看我们身，你们看他身体。没有，我还好，是脸比较红，他是还没有醉啊。然后这个是又红又醉。不要这样，我下水先。OK，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啊？7:01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已经有叫了那个叫什么？叫比萨，然后比萨是我们今天的宵夜，然后等下差不多9:10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开一个 party， 然后那个 party， 是不要叫我喝酒，然后那个 party， 别的作为惩罚我们。OK， 输的吃一片比萨喽。你自己选，你自己选，你要喝一杯酒惩罚，你要喝一杯酒还是你要吃一片披萨，你自己选，总之两样你都会吐就对了。OK，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有披萨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酒，然后会有一些活动，会有一些游戏，所以等一下的晚上的节目我是非常的期待啦， excited you know。 你们都知道嘛， MCO 已经是要把每个人都关杀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又不想要去
公开的场合玩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自己租了一个 Airbnb， 因为 Airbnb 其实会是很会比较 private 嘛，所以我们不会接触到外面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来 Airbnb 这样子玩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因为前阵子大家都非常的紧绷，就是精神很紧绷啊，因为一直关在家，要关到啥去。OK， 我们现在 second round 就是喝一点酒 chill 一下，然后吃一点瓜子。我冒险，我冒险，因为刚刚休息哦，这样子大家就会倒。小喝一杯，然后我的朋友喝温水，温水煮青蛙。什么坏了？什么叫温水煮青蛙？这我没有，我个人还没有醒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让我酝酿一下。欸，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笑的口面，像我们七条水这样吵架，然后搞内讧。但是我想要在这里澄清一点的是啊，真正的内讧。他想要澄清的是，那不是谣言，那不是谣言的、啊，没有啦，是真的是太忙了，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要去发展的一个方向，所以会比较少，就是一起拍影片。对，但是我们也是一样会珍惜，就是当下，就很像我们现在一起出来玩，我们也是会记录下来给你们看。对，但是不是时常啊。然后你们有发现到小明不在吗？因为他已经在第一轮的时候，就是刚刚我已经给你们看到他的情况，他现在整个已经是不顶了。我们在等看他等下会不会自己走下来。各位，你们看小明。他待在这边，我们刚刚开始卖那个仪器啊，现在在医院讲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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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们都还没有正式开始，它就结束了。OK， 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11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 check out 了，因为这边的 check out 时间是11点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太早了，因为他给我们 check in 的时间是下午4点才 check in 嘛，可是他叫我们 check out 的时候是早上11点要 check out，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，讲。然后昨天泳池他们半夜4-5点还在游，真的是够累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的战况，然后我们昨天叫了很多麦当劳，可是吃不完。你昨天没有拍到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要叫他们去你那边看嘛，去你那边看，我没有拍到画面，我没有拍到，你全部有拍吗？泳池啊，然后喝酒啊，啊对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check out， 然后找个地方吃个早餐，找个地方吃个早餐。找个地方吃个早餐 ，Let's go check out。Hey， 早安，现在我已经回到来自己的家了，然后也一觉睡醒了。我现在戴着口罩是因为我刚睡醒不久，然后整个就是一脸刚睡醒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戴着口罩跟你们讲话会比较好啦。回到我们这个影片的主题，就是其实一直都有你们在信息我，问我为什么这样久没有发片啊？应该也快2个月了吧？对，我上一部影片是那个跟 Cherry 的七夕情人节，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发片。其实有很多原因啦，第一是近期都一直在忙着 Instagram 啊，其他平台的一些业配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，在 YouTube 哦，因为我上阵子我有想说，就是拍多一些比较主题性的影片。啊，因为你们都一直想要看我二整 Cherry 啊，二整谁谁谁这样子嘛，但是反而拍这样子主题性的影片，让我没有这样多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哦，你做久了，你做很多年了，然后你会遇到一个瓶颈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相信我现在是处于一个瓶颈期，然后我经过了这样子的一轮的折腾过后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enjoy。拍 vlog 啦，像这一部影片这样子，就是我去跟朋友去旅行啊，我在做什么啊，我忙一些工作上的东西，然后我都把这些生活的碎片一段一段的记录下来，然后把它结合成一部 vlog 这样子，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这整个过程，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的影片呢，还是会回到之前像之前这样，就是vlog 的影片会比较多一点啦。除了以上我所说的那些原因之外嘞，还有就是其实我最近都有一直在忙着
要做一些有一些稿作 ，OK， 但是现在还不能够向大家宣布，我相信很快可以向大家宣布啦。连近期就是一直在忙着这些东西，然后 DCMB 呢，因为之前我们 launch 嘛，在七月份的时候 launch DCMB， 可是一 launch 的时候，然后就马上遇到了比较严格的那个 MCO， 比较严格的封锁，就是所有的生产商都不能够开门做工。所以变成原本我们的计划是我们每两个月都会有一批的系列的新款，但是因为这个 MCO 呢，就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然后你们还记得之前我有租那个office 吗？有租一间公司，然后之前我拍 vlog 记录给大家看，是在装修这的。然后那公司那边也已经停了5个月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给了5个月多，接近半年的租金，就是一直在这样子付那个租金。然后那边的工作项目呢，也就这样子 hold 住了很久。唉，这个 MCO 真的是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一样啦。对，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我还是会回到就是拍 vlog 生活片、生活碎片的影片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样子一来是可以记录我每一刻在做这的东西，然后第二这个它可以变成一个回忆，就是我几年后看回啊，然后我会知道哇，原来我几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做一些什么，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然后至于比较主题性的影片呢，因为我近期都在忙着很多其他的项目嘛，然后主题性影片是需要构思想法 idea 啊这些东西，所以如果主题性影片的话，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影响到我更新影片的速度，所以我还是会 back to 拍 vlog， 然后自己又很 enjoy 的一个形式去更新影片给你们看啦。哎 ，OK， 好啦，所以今天的 vlog 呢就记录到这一边，画上一个逗号。然后接下来我会持续的更新我的生活碎片，就是我一些日常的工作啊，然后日常健身啊，日常耍废啊，日常玩耍之类的东西，我都会把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，然后一一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日常。OK。好啦，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哇，很久没有讲这句话哦。